设公司给我们，但是我邀请他们自己拍，因为人家说啊，相信左手右手多拍手才会横财竖的，但是我自作得心应手，对不对啊？但是我自己自作多，不要你说这说说起来啊，真的哈、啊，那以后记得台上两个人给两块，那就给一块。开玩笑，每次都没有拿的，直接拿一个利是了哈。谢谢你，弟弟男 Q， 以后不要包了哈。对，来，今天来到现场呢，我们虽然还没有这个开心，但今天也看到了好多好漂亮的姐姐们哦。是，欢迎你们，欢迎欢迎，好漂亮。今天是一起来的，参与这个非常棒的这个盛典。是，今天来到我们这个水乡庙呢，真的非常的荣幸，也非常开心能够参与这个舞台上的女性节目。那在场的朋友大家好。那宝贝姐妹送上了这一首呢比较轻松的一首福建歌之后呢，我们来唱一些华语歌好不好？好吗，姐姐们？好，谢谢。好的，明白。哎，谢谢。其实你们不要太认真听啊，哈，宝贝姐妹的歌是必要认真听才能听。你太认真就哦，不是很好听哦。哎，做人啊，开心就好。记得唱一听啊，哈，我听啊，不要骗人。人又怎么能够开心？你知道吗？怎样？你就放轻松，要求不要太高。来，我们今天有我们在这个棒棒的，在我们的直播平台里头的这个网络的朋友，大家好。对，我们还没有邀请今天的晚间的节目主持人之前呢，我们再来唱几首歌，让大家好好的把这个轻松的心情先把它再带出来。好吧，这个责任是非常重大的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唱这首歌叫做《等一个人》。嘿，那我觉得这首就讲错了，应该是《等两个人》。为什么？等两位司仪。哎，对，好不好？对，来，我们今天来唱这首非常好听的酒经典怀旧华语老歌曲《等一个人》，送给大家。